京的唐西进，他的分数是13.800分，确实太可惜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平衡木，来自浙江的李琦。浙琦，丝叉上木。毽子直体后空翻站木，动作规格比较高，挺身前空翻蹲腿跳180前软翻，侧空翻倒叉，横木分腿跳，连续两次横木分腿跳，一转360，说的对，冯鑫，看准了就说。好，看一看他的下马。毽子后肢720。男子跳马项目现在出场的是。其实平衡木确实对于成套的动作难度和空中技巧的这种串联啊，有着严格的规定，可以说从。